这是第一局的比赛，现在苏联女子排球队10-0领先。五号谢苗诺娃，苏联队五号谢苗诺娃这个队员的攻击力量很强，现在是11-0。中国队扣球球出界，12-0。中国队请求换人，由九号替下了8号江英，9号是崔咏梅。中国队一传没有接好，双快球被对方拦住了，13-0。得分14-0。中国队现在在把球传起来，扣球，球出界，15-0。苏联队以15-0胜了第一局。